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。以家人之名这部剧可谓是相当的火呀，从开播至今一直稳稳地排在热播榜第一位，可见观众有多么喜欢这类型的影视剧。剧中从主演到配角，每一位都是实力派演员，把各自饰演的角色都诠释得十分生动形象。而谭松韵、张新成还有宋威龙这三位主演更是凭借该剧圈了许多粉丝。在剧中，谭松韵饰演的李尖尖，张新成饰演的贺子秋，还有宋威龙饰演的凌霄，三人是没有血缘但胜似亲兄妹的关系。剧中三位实力演员把互相之间的亲情、爱情交织的情感处理得相当细腻，在演员的精彩演绎之下，观众观看正片是远远感觉不够的，所以官方也晒出了一些花絮给观众过过眼瘾。有看剧的小伙伴都知道，其中有一幕是很搞笑的镜头，贺子秋从国外回来称自己有车，原本大家都以为他是有一辆小汽车了，结果推出来后才发现是一辆电动车，并且还是粉色的。当时看到这一幕真的是让人忍不住笑出声呀，很难想象江新成骑在这辆粉色电动车上会是一副什么模样呢。官方也晒出了三位演员在拍电动车这场戏的花絮，从花絮视频中可以了解到，这辆粉色的小绵羊是张新成在网上淘的二手货。不得不说，张新成也太有少女心了吧，选小绵羊还要选一辆粉色的。谭松韵在看到这辆粉色的小绵羊后还调侃张新成说，好娘哦，好符合你的气质哦。更让人关注的还是张新成在花絮视频里骑电动车的模样，从他的动作能够看出他开电动车其实并不是很熟练，左摇右摆的让谭松韵都忍不住叫他小心点。在花絮中三位主演的私下互动来看，能感觉到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亲近，也会互相调侃对方，互相斗嘴，互相关系，这关系真的是很让人羡慕了。这辆车毕竟是二手的，各方面运作有些许老化，导演组和谭松韵都觉得张新成讨回来这辆车并不太行，但张新成本人对此确实相当满意。有一场戏是需要张新成骑着小绵羊去追谭松韵所坐的出租车，一场戏拍戏来，张新成发现速度并不比出租车慢，还调侃谭松韵说他放弃了一辆豪车选择出租车。这时坐在监视器旁边的谭松韵也回击说道，我宁愿在出租车里哭也不在你的小绵羊后面笑。就在谭松韵话音刚落没多久，他就真相警告了。可以看到在拍完这场戏后，张新成把车开到谭松韵面前叫他上车，在他去导演那边的监视器看看拍摄效果。面对张新成的邀请，谭松韵也并未拒绝，看到谭松韵直接走过去上车的模样，让人怀疑这还是那个说宁愿在出租车上哭的女生吗？这真相警告未免也来得太快了点吧。只见谭松韵直接就走过去往后座上坐，谭松韵坐稳之后，张新成载着她出发了。这时谭松韵的手部动作被镜头拍下，是否和张新成避嫌一看便知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虽说谭松韵饰演的角色和宋威龙是官配，但观众似乎更加希望李尖尖能和贺子秋在一起，而这几位主演的实力演技也让观众入戏太深，甚至有粉丝希望在戏外谭松韵能和张新成走在一起，但目前毕竟两人只是朋友的关系，还是需要避嫌的。所以谭松韵在张新成身后手是举起来的，通过镜头的拍摄可以清楚地看到，谭松韵除了在上车时扶了一下张新成的肩膀，在之后的手都举起来并未触碰到张新成。从这里就能看出谭松韵其实有在和张新成避嫌的，毕竟演员的一个小细节都会被观众放大来看，所以谭松韵这次的避嫌举动还是很不错的呢。虽说谭松韵和张新成两人看上去很有 CP 感，但还是希望给他们一点空间，顺其自然吧。